Meta 今天发布新闻稿宣布， iPhone 使用者将能在 Facebook Messenger 上传送未经压缩的高清照片，并与朋友建立共享相册。你也可以在 Messenger 聊天中传送高达 100MB 的更大文件，传送高清照片。您现在可以在 Messenger 聊天中传送更清晰、更鲜明的照片。要传送高清照片，请从聊天编辑器中选择图像，然后打开 HD 切换按钮，然后点击发送。点击其他照片以一次传送多张高清照片，然后点击发送与朋友共建相册。从关于最近春假之旅的聊天，到您祖母的80岁生日庆祝活动，您现在可以用 Messenger 创建相册，分享组织和追忆最美好的回忆和时刻。扫描 QR 码添加新联系人。现在您无需输入某人的姓名或号码，即可在 Messenger 上添加他们。您可以通过扫描其 Messenger QR 码或通过链接分享您的 QR 码来轻松连接，要与新联系人开始一个消息串。请进入您的设置，并点击顶部的 QR 码图标，从那里他们可以使用设备的摄像头扫描您的 QR 码，或者您可以点击分享以分享一个链接，从手机直接发送高达 100MB 的文件。您现在不再需要依赖电子邮件来发送大文件。当您在 Messenger 聊天中时，点击加按钮，然后选择高达 100MB 的文件，支持所有主要文件格式，包括 Word、PDF 和 Excel。